不同的宠物各有小天地，主人都希望他们能够和谐共处。日本慈城县一户居民在屋企养了五只猫和一只非洲马刺陆龟，主人经常在网上分享宠物有趣的日常生活。其中一只一个月大的猫仔不单止不怕体型较大的陆龟，反而很喜欢骑在它背上。网民看了都讲笑话，将人地当成乌龟的士兜风啊。这只三岁大的非洲马刺陆龟重达8公斤，个性相当温顺，朝早都在户外晒太阳，晚上才回入屋。有时主人让它在屋内散步，会帮它着上纸尿片，以免排泄物到处都是。猫仔不知几时学会骑在陆龟的背上，享受龟龟载它四处散步，就连狗仔都学会搭顺风车。对于被猫狗当凳坐，龟龟似乎不是太嬲，亦都不影响它爬行的速度。